我们这次巡街这种事交给下面的人便行了，为何你要亲自来呀？登基大典在即，京城之中容不得半点差错。莫说巡街，就算是城门守卫，我也得亲自盯着。你们也是，定要加强防范。属下明白。 神皇木剑，你到底是何人？雨大哥，雨大哥。 儿臣参见母后。真儿，快坐。谢母后。母后，为何突然唤儿臣入宫？真儿，那羽长空可有消息？这些时日，我每天派人寻找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 那你这几日就不要出宫了吧，安心准备登基大典之事，其他的事交给下面的人就是了。母后，真儿，你马上就要成为大梁的皇帝了，我知道羽长空与你有恩，可是你也不能日日出宫跑去寻他呀。你要明白，为君者一切当以国事为先。 老酒馆，你那天用的什么武？我简单要保护你，不要说到做到。小心！闪开！ 自打我记事起，您和父皇就教导我要重情义，知恩图报。当日若没有羽大哥，我怎能安然入宫？况且，羽大哥所在的青木剑宗，也是被我皇室之人所灭。
我欠宇大哥的实在太多了，我若不能救宇大哥，我自己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你宇大哥是重情义的人，若是他在这里，也会让你安心治国。你若心怀愧疚，多派一些人去寻找便是。你可不要负了先皇和你那位宇大哥呀！母后，不要再说了。 安心准备登基大典之事吧。启禀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，何事如此惊慌？昨天夜里，兵部尚书徐大人遭人刺杀，安统领去追击刺客，为刺客所伤。什么？母后，我去看看。带我前去。是。 清月。 殿下，不必拘礼。你的伤怎么回事？昨日许大人遇刺之时，我正在城中巡街，在街上遇到一名黑衣人，我便追了上去，还与其交手，发现他竟然是宇大哥。宇大哥？嗯。但是，他完全不认识我了。什么？ 徐大人遇刺之事，可与宇大哥有关？还不清楚。清月，此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徐大人一案交给大理寺去处理。宇大哥的事，我亲自去查。殿下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您若盲人行动，万一再遇到危险，再加上登基大典在即。 事关于大哥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殿下，昨夜老爷匆忙回来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就到书房去了。可是，不想竟遭此不测。这奏折是昨夜徐大人写的。 是，昨日下午我还到老爷房中收拾过，当时并未发现这奏折。殿下，这是昨夜安统领与刺客打斗时，挑落下来的半块面巾。刺客逃走时，我便捡了起来。可是那另一块，我怎么找也一直没找到。 这面巾上竟有金丝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面料？殿下，您可以到织造司打听一下。我来府中之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小的明白。 参见皇后娘娘，安统领如何了呀？安统领已经苏醒，所幸受伤不重。嗯，娘娘，还有殿下说他发现了宇长空的踪迹，必须出宫一趟，登基大典之事等他回来再做商议。胡闹！ 一个一个来，这长老，谢谢天下的好人。哎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虽说人家来自许地，但对我大梁之人。哎，下一个，人家不计回报，每天施粥于京都的乞丐。哎，这你可就有所不知了。长老，这厚可是蜀地皇族之人，这点钱就是九牛一毛。来，端好了，放心看。老爷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。下一个。
你拿胖点喝杯烫着啊！哎，常老爷好人呐！谢谢常老爷，谢谢常老爷，常老爷慢走。这些日子计划可还顺利？放心吧，老爷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 着急啊，人有份儿，人有份儿。来，这是你的。哎，慢点啊！慢点喝，放心吧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开。走走走走走，干什么呀？你们，没你事儿啊？这，滚，滚，去去去，走。这粥啊，是我们的，要想喝粥，10文钱一碗。吃，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长毛怪老爷是给我们的粥，你凭什么管我们要钱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说是我的，他就是我的，要想喝粥啊，拿钱。你这是明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抢吗？抢吗？王法，现如今连皇上都没了，还跟我讲王法？要不要脸啊！ 这他妈是谁？临时手给乞丐的粥你都要抢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小娘子长得还挺俊俏，哎，乞丐，哎呦，哎呦！ 瞧这细皮嫩肉的，比扔坏石头磨坏了手。来，让哥哥好好看看。好啊，那给你看看啊，香吗？这么如此，让我也闻闻。哎，香。哎，这里人太多了，不太方便，咱们换个安静的地方。 给我好好看看呀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带你去一个享福的地方。住手！哪儿来的不长眼的？找死啊！你们眼里真是一点王法都没有。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你们。该死！给我废了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活该！真是该死，该死！ 我改，谢谢少将，谢谢少将，谢谢少将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少将。原来你早有准备，虽然你没有帮上什么忙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啊。没什么，走了，都有啊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抢，别抢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谢谢，还有队啊，来，是好香，是好，继续排队啊。 终于有重获了！终于有重获了！谢谢谢谢。迟早司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把你们监司找来，我有事要问。原来是宫里的大人，快请进。 大人驾临敝司，下官有失远迎。免礼。谢大人，我此次来是为了调查一宗案子。你可见过这种锦丝？下官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只有蜀国有这种金蚕丝。金蚕丝？对，这种丝线极为珍贵。哪家不准有此料子？大人，请随我来。 大人，请稍后。好。大人，找到了，就在上个月，西城的林氏布庄进过这种丝绸。您看。
好，多谢。公孙大人，要开怪，您是挑料子？不挑料子，向您打听个事儿。打听事儿，你可就找错地方了。要打听啊，也可以。想打听什么，您尽管说。 老板，你们店可有这种料子？赶紧让我三行动，去吧。啊，公子，我们店里啊没有进这种布料，这银子啊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这是蜀国的金蚕丝所做，料子非常稀少。 我可听说，整个京都只有你们店有。这，哎呀，公子说笑了，我们这小店里哪里进得起这么贵的布料啊？公子，我们这店要打烊了，你要是不买东西的话，还是请回吧。啊，也罢，兴许我找错地方了。啊，公子慢走。 公子，是你给我的纸条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调查金蚕丝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金蚕丝的确出自临时捕捉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公子，公子救我！你要救我啊，公子！ 公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们果然有鬼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不长眼，吵到我们头上来了。动手！林老板，接下来这小子怎么办？扔到湖里喂鱼。好。 走！喂，喂，你醒醒啊！ 怎么是你，姑娘？
娘，刚才不好意思啊。我好心救你，你竟然占我便宜。没有没有，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是看你被人丢进河里，我才懒得救你呢。前些天你救了我一次，今天我也救你一次，咱俩扯平了啊。多谢姑娘相救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你可别误会啊，你是不是在调查这个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天呢，我在市粥铺看见你身上揣着这块面巾，心想你应该也是在调查它的来历，所以我就跟着你了。你为什么要查这个？哎，我是蜀国人，来大梁呢是为了找回我家中的传家之宝。这盗取我传家之宝的人是用了蜀国的凝神花才得手的。凝神花是什么呀？凝神花呀，50年才开一朵，开花后呢要用玉器温养才能持久存活。这凝神花本是疗伤虚命的圣药，不过要是人吸入了它的花粉，再用它的花枝做成的短笛吹奏独特的曲子，便可以完全控制这个人。前些日呢，我就是听到这种独特的乐曲，跟我家中失窃至宝时听到的一模一样。可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只剩下一些血迹了，还有这半块面巾。所以你是想顺着线索找到使用凝神花的人，拿回你们家的传家宝？嗯。原来如此。那你呢？我大哥失踪了，我们都在找他。前些天他突然出现了，还伤了我的朋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似乎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们了。照你刚才所说，他应该是被凝神花控制了。果然。你干嘛老盯着我？姑娘，你找传家宝，我寻大哥，目前看来都与这面巾有关，不如我们联手调查如何？也好，我来大梁呢也没什么朋友，你要是能帮我应该能顺利一些。我叫王乐一，你呢？我叫陈友。陈友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找个客栈住下，明天再调查。哦。刚出炉的热乎包子，五楼。哎，结实又耐用。各式各样的胶囊，都是新做的。快煮走了。哎，刚出炉热乎包子，来点。清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些了没？没事了。刚出炉的热乎包子。老夫人知道你偷跑出来，生气了。大哥，您看看，我们这都新上的。我刚查到一些线索。跟雨大哥的事有些关系。那我陪你一起调查。也好。哟，你还有个女打手呢，你小子来头不小啊。哎，青云，这位是王姑娘，雨大哥的事跟她有一些关系，所以我们一起调查。她是安青月，是我的家人。公子，
我看这姑娘来历不明，小心为上。喂，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别啰嗦了。跟我来。走。是。你们以后行事啊，要万分小心。是老板，这剑仙可真厉害，这一手桃木剑使得出神入化，有他在，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。说，剑仙在哪儿？是你，想不到你小子你还挺大啊！来人！药呢是加快你伤口愈合的，可能会有些疼，你忍着点儿。不碍事，多谢王姑娘。没事儿，你以后啊别总受伤了，要不然我这药都快用完了。清月，你们究竟什么人呢？你给我好好回答问题。哼，你刚才说的那个用木剑的剑仙，他在哪儿？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根本就没说过什么剑仙。你，哎呀，哎，你给我吃什么东西了？我给你吃的呢叫真言丸，一旦服下，如果说假话便会肠穿肚烂而亡。你感受一下你现在的小腹有没有微微作痛啊。哎，我呢不逼你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嘴里那个剑仙现在在哪儿？这你现在的小命啊可在你自己手上。再不说呀，可就无药可救了。哎，我说，剑仙在城西郊区的西山边缘。哎呦，姑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快把解药给我吧！啊，当真？当真。哎呦，走吧。哎，姑娘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解药还没给我呢。哎，姑娘。哎，王姑娘，你刚才用的什么真言丸那么神奇？这你也信？那个呀是泻药，当然肚子疼了。哼，旁门左道。
清月，我跟王姑娘去西山别院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放心吧，我就去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，不会有问题。你去报官，把他们送到大理寺。好，那我先去押送他们，然后跟你们一起会合。行。公子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。刚才那个安清月是你什么人啊？哦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是我家人。家人？哪有一直管家人叫公子的？骗人。他是我爹捡的孤儿，我把他当亲姐姐一样。嗯，现在在大理寺当差。他可不一定把你当弟弟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啊，怨不得你这么嚣张。原来有一个厉害的姐姐替你撑腰。哎，我饿了，咱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好。两位慢用，谢谢。谢谢。兄弟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这附近的山头上，每到月圆之夜，都会有一个神秘人在那练剑。哎呀，那可不！有一回啊，我从那儿路过，竟看到一大片林子被劈得七零八落的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说咱们朝廷禁武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这等高手？是啊。这位大哥，啊，你说这附近有高手练剑？哎，是啊。很久没有见过武林高手了。哦，哎，在哪儿啊？啊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一直往前走，见到一片小竹林就是了。多谢。怎么了？宇大哥中了废公散奇毒，而且我们分别时他身负重伤。按道理来说，他不应该使出这么强劲的力道。我看看。那就没错了。啊，没错。嗯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凝神花呢，它是疗伤圣药。它的花粉啊，可以解百毒，尤其是在月圆之夜，花粉的药效是最盛的，而且还会让人感觉到精力充沛，兴奋不已。所以呢，才会出现这月夜练剑的情况。真的是大哥，我们去西山别院看看。嗯，走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嗯。怎么混进去呢？得想个办法。嗯。哎。嗯。有办法了。哦，二位，有事儿吗？请问你们这菜？是送往别院里吗？是啊。这菜我全包了，还有你们这衣服我也要了。有人吗？
你谁啊？我们是送菜的。送菜的？上次那两个人呢？啊，之前是我的父母，他们闹肚子，我跟我兄弟过来送。闹肚子？行，进来吧。哎，老王、老六，我安排一下啊。今天晚上把东西带齐了，咱们此时动手。把东西带齐了啊！好。好，知道。哎，你们两个，好，听我说啊，行吧。今天晚上跟我走，咱们从前面杀过去吧。把东西带齐了，准备下手，把人全部都叫起来。兄弟要快啊！哎，干啥呢？此时动手，屠龙在那边。哎，没问题，明白了。哎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哎，对。哎，你俩别走了啊！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你俩就在这儿帮我打打下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俩帮我拿两坛酒给他们送过去。哦，好。他们就是把我扔下水的人，可是没有看到于大哥呀。那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。哎，有了！哦。哎，你俩怎么还没去啊？磨蹭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今天晚上跟我跟你说啊，啊，朱爷，上酒，上酒啊！菜还没好，先给你们把酒倒上啊！哎，我们来，我们这里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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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上倒上，倒上倒上，来，给我们倒上！哎，来，干，干干干干！来来，给你们都倒上啊！干，快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这儿，多喝喝，多喝啊，多喝！干了，兄弟们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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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剑仙，剑仙啊！啊，没看到啊！剑仙让老爷召走了，说是……哎，你这怎么倒的酒？嗯，我怎么看你面熟呢？是你？菜来喽！哎，菜还没上呢，怎么喝多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把我扔到河里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啊，别别别，那都是林老板指使的，我不敢不从啊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抓你们呢，本来是想问点事儿。可是，你那位兄弟，什么都不肯说啊。
别，大侠饶命啊！我招，我只要不杀我，我全招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招什么？啊，我和林老板都是长盘官的手下，主要是替他摆平一些生意上的对手。长万贯，对，长万贯是个不商，听说他背后有蜀国皇族的支持。你说摆平对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帮他解决生意问题，要么绑架同行的家人，要么直接干掉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你们口中说的剑仙，是不是用一把奇怪的木剑？对对，就是拿着把木剑，但是比真剑还厉害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今天被长万贯叫到府里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嗯。哎。大侠，我都招了大侠，大侠饶命啊！大侠，睡觉吧你。大侠，这个长万贯应该是幕后黑手。嗯。竟没想到牵连到蜀国。现在还不好说，咱们先会会那个长万贯吧。嗯。绣线各种颜色都有，来姑娘看看。哎，我这个绣线特别好。花布，绣出来的花色保证好看。哎，姑娘，我来看看。新布的纸伞，哎，快来看看。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大爷，这长万贯，在都城也算是有名的商人。平时也乐善好施，想不到背后却干出如此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切，还不知道他的钱赚得有多脏呢。你看这竹篓，哼，刚编的。前面就是长万贯的府邸了。糕点，我们该怎么混进去呢？还有茶叶啊，来看一下吧。他既然是生意人，我们就跟他谈生意。谈生意。卖粗布啊！卖粗布了。好看的香囊，哎，来看一看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玉佩，做戏要做全套嘛。你戴上还挺好看的，那就送你了。走啊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家公子来自房州首富陈家，找你们老爷谈点生意。谈生意？还不快去禀报！啊，好，稍等。嗯。二位稍等。常老爷马上到。嗯。这什么来路？老爷，此人身穿上等蜀锦，腰带昆仑玉，哼，不是一般人。嗯。陈公子。常老爷到。
常老爷。啊，陈公子请坐。常老爷请。不知陈公子今日来常府，有何指教啊？哦，指教谈不上。在下想与常老爷谈桩生意。哦。久闻蜀国蚕丝乃是质量上乘的好材料，常老爷又是蜀国蚕丝最大的商家，如果加上我房州的织造工艺，这整个大梁的丝绸生意，都为常老爷您所有啊。这无人不知，房州的织造工艺乃大梁一绝。今日承蒙陈公子亲自登门造访，真是常某的荣幸啊！啊，常老爷过谦了。若这事儿合作成了，不知陈公子打算如何分红啊？哦，分红之事尚且好说。嗯，只不过。在下还有些许忧虑。什么忧虑？常老爷有所不知，多年以来，房州织造行业是由我陈家和李氏一族共同把持着。倘若让李家知道我与您合作，恐怕会从中作梗啊。哎，区区李家有何可惧啊？这李家素来与我们交恶，前不久为了争夺生意，他请了一位武艺高强的护院，将我们家工打伤数十人，导致停工，损失惨重。不得已，父亲才让我来到京都，寻找对付李家之人呢。原来如此啊。常老爷，我听说您府上皆是武功高强之人，不知可否助我对付李家？我常某经商一向奉公守法，从不干背后伤人之事。虽有武功高强之人，也是护身用罢了。常老爷，咱们就别绕弯子了。在这京都啊，能弄到这蜀国蚕丝的，可不止你一家。你要是办不到，我们家公子可找别家了。放肆。嗯。姑娘，别说是整个京城，就算是整个大梁，除了我常某，还有几个人能做着蜀国的蚕丝生意啊？嗯。常老爷息怒，我家丫鬟无意冒犯，望请海涵。还不过来给常老爷道歉。刚刚多有得罪，望常老爷海涵。哎，罢了。常老爷，如果您能帮我解决李家之事，分红就由您定夺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派人去会会这李家高手。陈公子，今日之事大可放心，三日之后定给你好消息。常某今日还有些家事要处理。哦，如此全仰仗常老爷了。嗯，在下告辞。送客。陈公子请。啊！
陈公子，府内护院练功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请吧。他们果然控制了雨大哥。这位雨大哥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雨大哥对我有数次救命之恩。怪不得你这么在意他。现在该我救他了。那我帮你吧。我看你的传家宝也是被他们偷的，到底什么宝物这么重要？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的疏忽才把它弄丢的。我爹一生气，非要逼我嫁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。不过呢，只要我们把它找回来，我爹啊就不再逼我出嫁了。我一定帮你把它找回来。好啊。哎，等我把它找回来以后啊，我就回去给我爹复命，然后呢就仗剑行走，浪迹天涯。你会用剑？我不会啊，但是我可以找一个会用剑的人陪我一起啊。我也可以学剑啊。没什么。公子。清月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，你怎么又不顾自己的安危擅自行动？再这样我就告诉老夫人逼你回府了。我找到雨大哥了。在哪儿？在长湾观府里。殿下，不如我直接去大理寺调兵杀进去。不行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而且雨大哥是杀了朝廷命官的通缉犯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偷偷把雨大哥救出来。喂，你们嘀嘀咕咕什么？有个当差的姐姐还每次神神秘秘的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啊，我们家都是做生意的。哎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姐姐。来，兄弟，喝。好，喝。来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陈公子，你们干什么？不是，你们干什么呀？雨大哥，
这就是你说的凝神花。嗯。陈公子，为什么控制我与大哥？陈公子，这全是常老爷吩咐的。控制他的笛子在哪儿？这笛子？什么笛子？不是，常老爷交给我这花，让我看着见仙，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啊，一概不是。于大哥，于大哥，于大哥，他刚刚吸食了花粉，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的。清月，把他给我绑了，我们去找长门怪。走。哎，陈公子，陈公。陈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是何人啊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宇大哥为什么在你家？就是你们说的剑仙。啊，我说，前些天我管家从蜀国送货回来，剑仙啊，不不，宇大侠从山崖处落下，被我管家所救。随后我们发现宇大侠武功高强，我便让他为我办事。那凝神花的控制之术如何解开？凝神花？什么凝神花呀？还敢装蒜！少侠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凝神花呀。当日徐管家救回宇大侠的时候，只是告诉我说这人神志不清，武功高强，可以为我所用，于是我便让他帮我解决一些生意上的对手。你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凝神花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洛毅，啊，你知道怎样让宇大哥醒过来吗？这解决凝神花的方法有两种。第一种便是毁了他的竹笛，但是这不能让他完全清醒，只不过是少了一个控制他的工具罢了。而且竹笛可能不止一只，凝神花虽是疗伤圣药，但是会让人持续依赖。如果贸然断了花粉，你的这位大哥他可能会怎样？到了吸食花粉的时间，若没有花粉，他便要经历蚀骨之痛，生不如死。可如果他一直吸食花粉，只要再有短笛，便可以再度控制他。那第二种呢？这第二种第二种方法就是服下它，凝神花就是这花粉的解药，只要服下它就可以摆脱对花粉的依赖，也不会再被控制。陈友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我一开始要找的东西就是凝神花。你是怕我让宇大哥吃了凝神花？对不起，
这凝生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没办法把它给你。一炷香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恢复了。到时候不必来找我，你也找不到我。落叶，落叶。清月，你说这王姑娘，她为什么要骗我？也许她有不得已的苦衷吧。可是雨大哥他……算了。这凝神花本来就是属于他的。二位英雄，要是没有别的事了，就请回吧。我送二位百两黄金作陪，如何？你说你不知道凝神花的事，那兵部尚书徐大人被刺之事，可是你知识啊？兵部尚书？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啊？陈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当今大梁四皇子。啊！殿下，殿下饶命！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是替蜀国皇亲贵族做事的人，要是我杀了大梁的兵部尚书，那可是要引起战争的呀。你那个管家是什么人？不好！雨大哥，姐姐，快快救我！清月。果然是你捣的鬼。凝神曲真是动听啊。放了我雨大哥。放了他？还是担心你们自己的小命吧。乖乖把凝神花交上来。凝神花不在我这儿，这花本来就属于王姑娘。王姑娘把花带走，那是物归原主。你少废话，交出凝神花，饶你不死。雨大哥，你醒醒，是我呀，雨大哥。你说要教我武功，让我仗剑天涯，你忘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你醒醒，大哥。雨大哥，哎呦，这剑仙看来对你们很重要啊。啊，我给你半天时间。明日午时，京郊树林把凝神花交给我，不然的话，他死。大哥，
手！小心！陛下，要不然我派人全城搜索王姑娘的下落。算了。他既然决定带走凝神花，一定有他的苦衷。那于大哥的事怎么办？清月，你还记得装凝神花的盒子长什么样吗？记得。把它画出来，让工匠做个一模一样的。明日我就拿它换与大哥。哦，还有，你带兵埋伏一旁，一旦发现与大哥脱离他们的控制，就将其拿下。殿下，就与大哥的事，清月独自去就是了。您何必亲自犯险？况且登基在即，此时若是出了事，您让大梁如何是好？您不能只顾兄弟的情谊，而不顾大梁的江山和百姓啊！不是我不顾大梁臣民，不顾大义，此行就与大哥只是其一。那徐管家控制与大哥，杀了我朝兵部尚书，是何动机尚且不明，此事若不查清楚，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。可是您要出了事怎么办？父皇当年四处征战，从未畏首畏尾，为自身安危忧虑过。我身为皇家之人，为国为民，纵然凶险，我也要去。清月誓死保卫殿下的安全。好，快去吧。是。凝神花呢？凝神花我带来了，先放人。
放自然是要放的，只要你把花给我，我即刻放人。先放人。陈公子，你好像现在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吧？你大哥还在我手里呢。我最后说一遍，先放人，不然我毁了宁神花。你要干什么？大人，不如让剑仙杀了他。不行，他要是把这花毁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陈公子，好，按照你说的吧，我们一手交花，一手交人。好。还有，把控制我大哥的笛子一起给我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把花给我。这笛子和你大哥都是你的。救我与大哥。他喊你殿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大梁皇子朱佑贞，你若敢动他分毫，我保证你走不出大梁。哟，大梁皇子，天助我也呀！杀一个兵部尚书，不足以让大梁与蜀国开战，现如今杀一个皇子的话，再嫁祸给蜀国，那我们大计必成。真的是大梁皇子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哼，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便是晋王手下第一谋士徐守德。你是晋人？
你控制我宇大哥杀了兵部尚书，就是为了挑起我大梁与蜀国的战争。那个姓徐的一直主张两蜀联手对付我们晋国，我自然要除掉他。本打算再杀些大梁官员，然后利用常万贯这个废物当幌子嫁祸给蜀国，且没想到引来你这条大鱼。我在想啊，我今天要是杀了你再嫁祸给蜀国，你说你们两国之间会不会开战呢？啊，卑鄙！随你怎么说，上路吧，大梁皇子。宇大哥，宇大哥，老酒鬼，是我，老酒鬼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老酒鬼，老酒鬼，老酒鬼，是我，你醒醒，老酒鬼。这人分明就是个酒鬼，求他干嘛呀？你个酒鬼，老酒鬼，你那天用的什么武？我今天要保护你，不要说到做到。来，大哥，喝酒。闪开！大哥，是我，老酒鬼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老酒鬼！老酒鬼，你醒醒！大哥，王姑娘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大哥，我的宁石花，给我杀了他！杀！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清月，清月，清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就好。春友，我欠你的今天还你了，我们还是两不相欠。等我下次再来大梁，你要好好招待我。你要走了？宁生花都没了，我得回去复命了。对，宁生花就是你弄丢的传家宝，你给大哥吃了，你爹岂不是要逼你嫁人？要不你留在大梁吧。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
你要好好练剑，等着我。要不是看你被人丢进河里，我才懒得救你呢。我叫王乐一，你呢？我叫陈友。等我把他找回来以后啊，就仗剑行走，浪迹天涯。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玉佩，那就送你了。是不是杀了很多人？杀人的不是你，你只是被他们控制了而已。清月呢？他的伤势如何？哦，他被送到太医院了，只需静养，并无大碍。对了，刚才林子里的那位姑娘又是何人？她叫王洛伊，是她救了你。是这样，可惜啊，也没能跟她当面致谢。大哥，后山悬崖下，你师妹在等你。哦。为了她的安全，我一直没告诉她你的消息。还有，先前你毕竟杀了兵部尚书，以后还是少抛头露面吧。我在城南给你安排了一处住所。好。我知道了。多谢。谢什么？谢你救我。我们是兄弟。大哥，我要学剑。好，我在城南等你。